二三四五六三耶！现代先生，ゆうくん、リリー、さかちゃん、ゆうくん、ママ、ガチャ、已经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うまいピンの方法每天五点开始。然后今天我们来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在这里默契大考验，这个也是日检三院这份里面的情况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我们分三组嘛。嗯，如果点的东西一样，默契好的话就继续。嗯，哦，不用吃那么多。但是里面的默契不好的话，一起多吃。有可能会变大胃。哦。那我们要怎么分呢？那男女吧。所以一位女生是评审。哦哦，嗯。哦，来了。ズズ。哇。ズズや。ズズ三月。看起来默契很好。哦，看起来，看起来。你们默契其实很好。头发，对对对，头发的颜色跟对对对对对是一样。干净也很好。哦，对对对，嗯。好多条。第一回合的话，大家应该要点自己想吃的东西。不一定。你要点自己想吃的东西。我的话，对方的人想吃。哇，很难耶，很厉害耶，真的很难耶。因为包含云气的菜单真的很多。对呀。但是我大概，大概。哦哦，五点，十九，应该哦吧，应该是这点五点。然后就是比较喜欢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啊，我所以玉米果点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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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最喜欢的果点是那个修斋的新果点，但是应该有些不会选修斋的嘛，因为有点臭，所以妈妈点的是茭白果点，最经典的，对。简单了吧？有可能吗？有点担心。我的话，三头长还蛮聪明的吧？嗯，所以应该不会去点招牌锅贴。聪明的人的话，点好。这个的话，慢慢放起来。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很多很多。哦，会闪太多的意思。啊，原来的对。然后他不喜欢吃菜，所以玉米那一些都不行，就变成只有咖喱或者田园鸡肉锅贴。啊，我在观察我的队友，我在想他应该比起煮的更喜欢煎的。你的男朋友呢？我的男朋友是喜欢香辣的，但是他说要点你喜欢的，不喜欢那个汤是哪味？我觉得他知道，真的，我觉得他知道。你呢？我觉得我比较难的是，因为我跟佑根认识才五个月而已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但是我觉得佑根知道我不吃菜，所以他一定不会点菜的。不一定，看出来。不会吧？我们去过茨城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已经在日本训练过，所以已经默契超高了。那我点的是玉米锅点。哦，有感觉。你好了解我。对，当然。那我的是这个。我考虑你的心情，所以是招牌锅点。哇。很恶心哎。那现在我可以发表吗？嗯。为了你，选的。小白锅贴，哦，对，我已经开头的部分说过，我考虑对方想吃的东西，就是我点的是，因为，因为我跟真长真的喜欢酸辣汤，对吧？很好的套餐。我也不已经好好考虑他多讲，所以不用讲太多话，直接打。这个田园鸡肉锅贴，田园鸡肉水饺，对不呢？对不呢？我点的也是这个，他原本其实是点一模一样。对，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不吃菜，所以我也知道你不会帮我点这个。但是店员说，已经没有了。哦，没有。是我。很可惜耶。哎，不行吗？没有，不行。不好，对，这样也是好。然后他不讲，大家原本点的是咖喱。
回的默契大考验全员失败。没有默契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大家吃吧。第二回合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哦，女生们，一人一个讲一句话。好，那我想对你说的一句话。嗯，我很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在减肥。哇，很大的提醒这个。那慢慢讲。我要选我最喜欢的。完全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我会选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。哦、oh, ，好好好好好 ，OK。好像默契很好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哦、oh. ，我要选的是仙侠水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沙豆酱喜欢沙子啊。我这么觉得。知道哎。哎、欸，我有点没有自信哎，好恐怖。那就讲。我现在有两个想法。嗯。他那边那个酸辣汤的意思是先要准备开胃。他已经开胃，然后把那稀饭的是茭白水饺或是韩式辣味薯啊，再来。那我的话，应该考虑减肥的事情的话，蔬菜有关的。其实我最想点的是汤青菜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然后我之前的影片里面也说过，哎，这里的汤青菜最好吃。他了解的是这个吗？对，可是。安全点的话，那个新休息空间。我们的频道的名字是什么？了解小新的商品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他了解是那一边的我啊 ，YouTuber 的我，减肥的，在减肥。现在来看一下菜单好了。但是我知道曼娜要点什么，因为你刚刚已经讲过了。对对对。但是你，我的话，我要点卤蛋。卤蛋，因为我们参展都会一起去买茶叶蛋，卤蛋跟茶叶蛋很像吧？我希望他会 get 到这个，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。然后我的提示的话，因为最近三元他很认真在减肥嘛，不是是蛋类，不然就是菜类，但是我觉得他会选菜类，很替他想的想法。但是他很喜欢吃萝卜呢。但是他应该知道我应该会点烫青菜。我觉得好，现在就是第二回合的默契大考验，我们先从右滚开始好了。好，我选的是仙侠水饺，因为我记得他都讲喜欢虾子吧。卤蛋，就是我们不是三三明天一起去 Convini 买茶叶蛋吗？一起买，然后这个跟茶叶蛋还蛮像的。有很简单，你不懂你请来，请你教我师傅。哦 ，OK， 我选的东西是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反应，这个反应是开心的尖叫吗？或是难过的尖叫吗？哪一个？拜托。你知道我真的喜欢韩国的食物，对不对？还有比较喜欢过年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有点对女生没礼貌，但是我的想法，女生比较喜欢吃，因为油分比较少。我的真的是男生。原来。哎，这是看他们的表现，真的很希望哎。我们的话完全没问题。对，这次我超有信心。我很有信心。那我先发表，新休息锅点，回家吧，真的。减肥不能吃锅，就要吃高丽菜啊！你在干什么？这个最胖哎，你不能吃这个。我跟你说，不能点锅贴，超级胖的。它这个是它的热量的五倍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这是我没有相信你。啊，真的，抱歉。啊，真的，抱歉。我是三元，这个是不卖内系直销的频道。对对，好好了解一下这个频道的话，一定要介绍新商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默契的。这个也自然是墨迹吧，我也是 YouTube 吧。原来的三元是专业的 YouTube 吧，那一定要。那你故意点错了。
不是，这个是因为你说你专业预测的是你故意点错，你要故意点新的商品给大家看。因为这个我们听到啊，考虑我的心情，为了观众，考虑观众的心情。你考虑观众的心情。这个是我的想法，我的专业的 YouTuber 的想法。他故意点错。没有，你了解一下。好，那第二回的默契导演一样全员失败了，加油一点，好，用心去感受对方，相信你们可以心连心的。第三回合，这次的话，男生说句，一句话，或两句话，或两句话，或两句话，我感觉。就是已经吃太多吧，还想点的是只有那个，说到爸爸有这个话，一定要干嘛 ？OK。心电感动。对。两句话。我喜欢你，可以结婚吗？是呀。那跟上一样的，已经差不多吧。嗯嗯。好，大头奖，我们现在在迷路，所以回到基本吧。OK。那店长吧。认真说，自首了，对吧？对。所以。因为东西的话，字密可以要音调吧，对吧？对对，我也点音调，我点的音调是这个音调。哇！啊，やっぱそっか。なんで？いや、俺も思いや思ってその二択だったのよ。对对，你先吧。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，你再重复一次。已经吃饱了，说到八方云集的话，那个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八方云集第二有名的呢，就是豆浆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当然，我也是饮料吧，玉米浓汤。啥饮料？玉米浓汤。啥饮料？真的吗？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你吃饱了。说到八方云集，八方云集最有名的是这个。这个你决定。我每次都在八方云集直播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哎，玉米浓汤，玉米浓汤。八方云集在八方云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好强大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前辈们，对不起，我们先回家了。我们默契真的很好。行きます。来。喂，招牌锅贴。我也是招牌锅贴。耶！对呀，没有错。等一下，这三个我还懂，我不懂为什么。这个完全不有名，肉分量很多，根本跟你的词对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我们男生也有说过，这个你点这个，那为什么点这个？已经是西方，西方，我也西方。我喜欢这个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マジか。じゃあ、失礼します。他们真的会加嘞！来，加油加油！よろしくね。好，第四回合。よし。那第四回合的话，不想给对方提示。那，请。我懂你的心情。嗯。接续。又浪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吃我最喜欢的 Namaste。搞笑一点。好，下一组。我知道你很犹豫，但是我们很常一起去日本。日本的夜晚，你想起什么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自己了解你，相信我。我已经有兴趣，拜粉丝拜。有，可是俊良的脸有点难看的。我懂，我懂 Mana 的意思。我以为 Mana 想要的是咖喱锅贴，但是第一个是日本店，然后店员说已经买完，所以。好，第四回合有点头绪了吗？有信心，有信心是吗？我觉得我给的提示应该他应该懂，他够聪明的话。那 Mana 呢？我也有自信，有信心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直接点餐？好。好。那第四回合的默契大考验，要先从哪一队开始呢？从我们吧。好，一起吃饭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。好。三二一。哈哈哈哈哈！终于。
你了解我。可以回家哎，太好了。那你们？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你。3、2、1。阿福呢？所以我们第四次终于养子都成功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ナマステ。ナマステ。アサラマ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完成した。よし。よし。よし。真的よしだ感じ。我们花了几个小时。2小时半。太好了，可以回家。对，那我们无麦频道的话，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还有按赞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谢谢大家。谢谢鱼先生，谢谢牛先生，怀抱对昔日的感谢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谢谢鸡先生，谢谢猪先生，享受美。